马队大军压境准备强攻。面对二连败的尼克 ，Sabonis 硬吃不成，反倒被 Gibson 赏了个麻辣锅，还让尼克打了个三分进账的反快攻。这场比赛六马领先的大半时间，虽然和尼克打得焦灼，但是攻防两端还算中规中矩。六马进攻交给沉底的 Sabonis， 试图晃过防守的 Robinson 没机会，干脆来个后撤步小勾射没问题。Sabonis 21分15篮板 ，double double 的成绩，六马队把领先带到了第四节。Julius Randle back in the game， quickly fires away， puts it in。从板凳出发的 Quickly 这场比赛三分球神准，四投四中拿下16分，还有 Rose 的妙传助攻。决胜的第四节成为六马队的梦魇，全队突然找不到准心，20次投篮只命中2球，给了尼克队后来追上的机会。巴瑞再来一个三分长射要命，中场92比84，尼克拿下胜利，终止最近的二连败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